哎，老关，我头特别疼，你平时特别管用的那个止疼药在哪儿啊？就在抽屉里。呀，老关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这是得什么重病了吗？你，小雨，这是治疗打呼噜的。你是说这是治疗打呼噜的？啊。老关，真没想到你为了治这个病还挺上心的啊。那要不怎么办呀？不是要宝宝吗？哦，对，你也不是为了我，你说我感动个啥呀？当然是为了你呀。确定是为了我吗？这需要质疑吗？希望让你睡个好觉。带着这个难受吗？啊？难受啊。天哪，你带着这个估计都没法翻身吧？那肯定了。你要待多久啊？3个月。3个月。行，我先睡了，药就在这儿，你拿去。头疼的时候呢，吃；不疼的时候就不吃啊。我估计啊，我应该不用吃了，因为已经被你感动上了。